唐诗三百首，剑客，贾岛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，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花了十年的功夫磨出一把宝剑，剑刃锋利无比，今日拿出来给你看看，谁有不平的事要我来伸张。再读一遍，剑客，贾岛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，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。